我没扔，我不是，那孩子，我那个就是托朋友送给了一个好人家，爸爸，去去去去，去去去，那两口子他结婚好几年了，然后一直没有孩子，我屁话你，啊，没孩子，没孩子你就把孩子送去了，他要没老丈人的，也把我给送去，不不不不，行，赶快把他给我找回来，爸爸，你别说，你再有天大的理由，你必须把孩子给我找回来。马上去找，爸，你听我跟您解释吗？哟，阳光啊，你回来啦！孩子，
你说话呀，哪儿来的？那是我捡来的。什么捡来的呀？赶紧下来，把孩子给人家送回去啊！一会儿别人着急了。不行，送回去会被狗给吃的。什么？你在树上干嘛呀？我看弟弟老哭，他肯定是饿了，我上来给他掏点鸟蛋。这傻孩子，大冬天的哪有鸟蛋？赶紧给我下来啊！那我看见有的。赶紧下来，回来把孩子送回去啊！快！你说的这些都真的，爸？我李宝成骗谁也不敢骗您啊！我是学医的，哎，春霞这次难产，那她生了多长时间？肯定会留下后遗症的，就是这个脑子还有心脏，那将来都会有问题的。与其说让春霞跟孩子痛苦一辈子，还不如让她跟孩子还没有建立感情的时候就此了断。你是医生，你的话我相信，可春霞她怎么说也是她身上十月怀胎掉下一块血肉啊！你别说她了，我这当外公连自己外孙子都没见着，我想起我心里我都过不去吧。爸，我跟春霞将来还会有孩子的啊！我们努力，我们保证给您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外孙子啊！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没用的。春霞她怎么想啊？她要知道孩子是这样了，她那脾气她能跟你玩了啊？我干了，我可以帮你，我也不跟你闹。可春霞怎么办？你要是处理不好，把春霞给逼疯了，我可饶不了你了。爸，您帮我好好劝劝她，这事儿我全靠您了啊。高烧40度，大嫂，你儿子不光是感冒发烧，已经转成了肺炎，必须马上输液，不能耽误，赶快办理住院手续吧。啊，这住院要多少钱呢？怎么，你没有带钱？不瞒你说，大夫，这孩子不是我的儿子，是个弃婴，能不能先给他看病啊？钱的事，我再想办法，行不行？哦，是这样。医生，我这有钱。孩子，我这儿不收钱，交钱要到收费处。既然是这样，救人要紧，还是先给孩子治病吧。然后我请示一下领导，钱的问题以后再解决。谢谢大夫啊，谢谢大夫，谢谢。那赶紧走吧。好。春霞。我这给你熬了点鸡汤。哎，你看你啊，这个做了一个大手术，你这身子特别虚，你得吃点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看这鸡汤，哎呦，闻着就香，这东西。哎，这么着，你看你这现在啊，这身子虚，你得吃点东西，要不然身子该坏了啊。来，李宝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孩子给我找回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干嘛呀？这是，你好，我那你先吃东西行吗？你吃完了我去找。哎，你给我找去，找你给我找去，找我找去。洗完了，高兴啦。哎呦，好，再擦一擦，擦一擦。哎呀，哎，洗完澡咱们擦擦手啊。还有一只，哎呦，小家伙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胎记啊。行了，有了胎记就不怕了，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啊。再擦。
擦擦干净。好嘞，来。哎呀，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从哪来呀？啊？什么父母呢？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舍得扔掉啊？是不是啊？哦，要说话啦。好嘞。哎呦，下来啊！行了，就睡着吧。你这事儿恨报仇怨报仇，爸都理解是吧？可是你也得报仇，想想他为什么这么做嘛，对吧？这孩子也是他的骨肉，你说他愿意吗？他也不愿意，他这不是为你们今后着想吧？就算孩子有什么好意志，哪怕是个傻子，他浑身都是病，他也是我的亲骨肉，他不跟我商量就把我的孩子抱走了。爸，你不觉得他太不是人了吗？睡着睡着了。再说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，还能有谁？婚姻事先知道了，爸，我的孩子。家伙还没醒呢，出来。妈，这几天您怎么没去上班啊？你给我找了事儿，我走得开吗？妈，这小家伙这几天一看见您就笑个没完。也许啊，妈跟他有缘分。老叫他小家伙，应该给他起个名字，您说叫什么好呢？哎，阳光你说呢？我叫阳光，他叫阳明，光明。妈，您说叫什么名字呀？光明就是辉煌，你爸以前就这么说过，叫阳辉怎么样？光明辉煌，妈，我明儿就给你讲个黄。哟，能的你还捡呢。杨明，小家伙叫杨辉怎么样？嗯，好。啊，行了，小家伙有了名字，就是咱杨家的人了，是不是？杨辉，轻点啊，轻点。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？什么时候去办？我不离，你是我不可能跟你离婚。你是不是要把我逼成绝路你才高兴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非得让我去死？我干嘛？我问你，我的孩子你抱到哪儿去了？爸，干什么干什么的，都已经楼道全停电了。这是往脸上贴金的是吗？这动不动就什么，这拔刀相见的，势不两立了啊！爸，我跟您说，我必须跟他离婚。什么呢？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说什么事儿，啊，别动不动什么离婚了，这种话伤人。啊，你别急，小姐，你坐。春霞她说的都是气话，我能理解，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你少在我爸面前装高大。我告诉你这些话，你哄得了我爸，你哄不了我。行了，春霞，出这种事儿，
你心里难受，我们大家都理解。可我要告诉你，你以为宝成心里不难受吗？他也难受，说不定比你还难受呢。那孩子身上流着他的血呢。春霞，你现在身体虚弱的，需要调养，又出了这档子事，这已经是雪上加霜。你再闹一个什么离婚，那就叫火上浇油，你知道吗？春霞，你要是心里面还有我这个爸，那就跟我回医院去，什么事等身体好了再说啊。爸，要不我送春霞回医院吧。哎，不，那个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送她回医院。李宝成，你给我滚出去，滚出去。这事你可要想好了，按照咱们国家的有关规定啊，这孩子是应该送到孤儿院的。你看你丈夫因公去世，你们一家三口人全靠你自己，你在街道工作，这工资也不高，孩子上学这负担就已经够重的了，再多一张嘴你承受得了吗？不瞒你说，这孩子啊可能跟我有缘分，你看他一看见我就笑，我一走他就哭，要是你舍得吗？真办理了收养手续可是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。这我知道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我决定收养他，要不太可怜了。行，那您签字吧，在这儿。啊，好。行行行，不提孩子，不提孩子，好吧。那春霞，爸有个事儿，总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儿？当初你和张凯好的都要结婚了，怎么后来突然又跟宝成呢？跟宝成结婚了呢？啊？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。你不想提啊？我替你说，那是因为你发现宝成比张凯要好，对不对？哈哈，这是主要的。你看现在张凯到哪去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而宝成呢，业务上人家尖子，对不对？里里外外全是他，家里边也同样里里外外他全包了。你说自从他到咱们家之后，你操过一份心没有？啊，你出过一点力没有？全是人家宝成在干着呢，而且他还能助人为乐。你看这么长时间了，自己当个楼长，每个月给每户收什么电费水费，他全一个人在那干着，而且干的是乐乐呵呵的。特别你那个倔脾气一上来，对人家那个样子，可他从来不给你生气，总是那么乐乐呵呵对待你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啊？人家爱你，把你捧在手心上，懂吗？妈，在这些方面我没有说他做得不好，我也没有说他对我不好，可是在孩子的问题上我永远不会原谅他。行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我就怕你哭。好了，不提啊。好了，走吧，咱们回病房，不哭了。爸，我知道您是想让我尽快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，马上调整好自己，别再和李宝成纠缠。可是我自己也想了很多理由来说服自己，我做不到。这事我理解，是吧？这种事情搁在哪个做母亲身上她都难以接受，可你说怎么办嘛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没法挽回了呀，是不是？你得往开里边想，你坚持了往死牛角尖里边钻，这怎么行啊？是不是？宝成谁呀？他是爱你的丈夫，深深爱着你的丈夫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啊，
阳光啊，哎，这就是捡来的孩子吧？啊，哎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拿点东西。阳光，哎，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啊，等着啊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点东西啊。走啊，给。走啊，把大家的油瓶子、桶瓶子拿来，阳光这边。行吧，我们进去了。说到坚持，其实你跟妈对我的影响最大了。妈虽然走得早，可妈常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。她说的哪句话？她说，凡事都不要轻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都要用心去判断，没有用心体会的事情，光凭眼睛和耳朵，以后一定会让自己受到伤害的。我现在知道用心了，用心去体会，去感受，可已经晚了。我已经让自己受到伤害了，我想吧，怎么都拔不出来。春霞呀，拔不出来你也得拔呀，你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你再不拔出来呀，你就毁了，而且你把宝琛给害了，你爸这条老命也得搭进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两天我的血压一直在234，你知道吗？医生早就让我住院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好了，爸，我知道了，你让我再好好想想，行吗？好好想想，啊，行了，我回去吃药去了。不用，不行，不行，躺着，躺着，不动，不动，我没事，现在没事啊，躺着，走了啊。Thank you.
春霞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孩子的事不全是宝钗的责任，也有我的责任。春霞，我希望你们俩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你绝不能和宝钗离婚，否则爸爸死不瞑目。我一定会记得您的话，和春霞永远都不分开。哎呀，你爸爸妈妈怎么不找你呢？啊，他们在哪儿啊？不说他们，不说他们。你跟我有缘分是不是啊？怎么飞到我们家里来啦？好了，不说他们了，一说他们你就闹了是不是啊？好嘞。好，现在谁来把老师刚才说的解题方法复述出来。杨辉，你上课不注意听讲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注意听讲了。你注意听讲了，好，那你把这道题的解题思路说一下。已知梨有138香，要求苹果有多少斤？生气，我这好心好意给你过生日，你这啰里吧嗦说什么呢？吃饱了。吃什么吃啊，气都气饱了。怎么了呀？我们单位有个同事，他跟我说他们小区有个瘦矮的男孩，让我赶紧过去看看。我就跑过去了，结果从长相到年龄，那一看就不是，左手上也没有胎记，害得我又白跑一大圈，气都气死了。我说你能不能别那么神经质？哎，这都过了多少年了？哎，你要是想要孩子，那咱俩再生。生什么生啊？咱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啊！10年了，你都没跟我说句实话，孩子去哪儿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没跟你说呀？你不是都知道吗？那当时你难产大手术，那大夫说这孩子将来有问题，我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啊。然后我这送人了吗？那你送谁了？为什么你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呢？你每次说的都不一样，你到底哪次说的是真话？我找了，这不是没找着吗？李宝成，我跟你说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这样做太残忍了。来来来。
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啊，来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咱高兴，来，咱点蜡烛，好不好？你太残忍了。哎，行了，来来来，辉啊，来，快把鸡蛋吃了啊！哎呀妈，您吃吧，妈吃过了，你最小最需要，赶紧吃完了上学去。大哥，这是妈给您的。哎，东西都拿好了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煎饼盒呢？妈，我煎饼盒呢？通过检查可以确定，因为你以前做过难产他手术，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，即使治疗的话可能性也非常的小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大夫怎么说？你先别急啊，虽然你现在不能生了，但是只要咱们两个能好好在一起，我将来一定能让你幸福。李宝成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必须把儿子给我找回来。春霞，大姐，你捡它干啥呀？啊，有些还能吃，扔了都可惜啊。啊，您不会是自己吃吧？我养了三只小兔子，回家喂兔子去。喂兔子呀？啊，小兔子可爱吃了。啊，您慢慢捡吧，我先去扫那边去。啊。老三，我给你捡这些东西够了吗？嗯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就行了。哎，我说等你什么时候给他弄出个音儿来，咱也拿大街上听听那什么歌，是吧？嗯，大哥，这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二哥的。什么？嗯，这是给二哥的。给你二哥的。你给他干嘛呀？嗨，最近那个电台里不有一个许国璋的那个英文讲座吗？啊，然后我想二哥他也快考试了，给他听听这个，没准对他考试有点帮助呢。嗨，你早说呀。来来来，吃饭了。哎，看你们弄的乱七八糟，赶紧收拾。好嘞，妈。赶紧吃。
来，老范，菜粥。妈，咱能别吃菜粥了吗？我都吃腻了，我不想吃了。我爱吃，你要不吃啊，就吃馒头。那不是还有菜吗？嗯，真香。我馒头我也不吃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吃。怎么了？啊！我不吃捡来的菜。你说什么呢？这哪是捡来的呀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吃。我不吃。二哥，你要吃吧，新菜都我和妈一起洗过的，哎，洗的可干净了，你就吃吧。洗了它也是捡来的，洗了我也不吃。这样，杨明，妈今天啊去买菜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收摊了。明天妈早点去啊，早点去买菜，买点肉啊，快吃吧。写完了，在家也没事儿干，您带我出去玩玩呗。不行，你回家好好学习去，要让咱妈知道了，又该说你。走了。哎，大哥，您等会儿呗。二哥他马上要考试了，在家复习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。我小机灵吧，人不大心眼倒不少，就你那点心眼，我还不知道啊。你想跟我一堆收废品去吧？行，不过咱得说好了啊，咱妈要是怪罪下来，我可不管。臭小子，上车。走喽。下劲儿。装的太多了，多装点少拉一趟不省油吗？上劲儿。哎哎，走了。哥，你慢点啊。哎，等会儿你上学去吧啊。哎呀，哟，这啥日子，今天把这桌子搬出来整四个菜肴。快去洗手吧，吃饭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给我喝点红酒。包成啊。我今天正式下海经商了。是啊，这是个大喜事吧？那当然了。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级任命我为龙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。别臭美了，我早知道了。所以这是两个喜事，咱们应该喝一杯酒吧？那当然，来，祝贺你。祝贺你。好事啊，来吃。宝成，嗯嗯，我想借此机会啊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你呢现在好歹也是一个正式的领导了。那当然。我呢现在下海经商，也是个商人。老板呐。咱们是不是借此机会分道扬镳？
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这就算是最后的晚餐了。别离婚，离婚。你给我出去。你给我出去。你别这么任性啊。我恨你李宝成，我告诉你我必须跟你离婚。你要是跟我离了，今后咱俩见了面还能打打招呼。你要是不离，今后你别想再见到我。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。我又不成。老马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打打闹闹、磕磕碰碰，那都是常事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下海经商，我同意。提什么分手啊？老马，咱们得遵守父亲的遗愿，恩恩爱爱一辈子。是我有缺点，我将来会改正的。我向你发誓，我今生今世爱的就是你。小小路迢迢，却
全世界。